你要是敢把那个老东西给我接过来，我们就离婚。那就离吧。哎呀，我就和朋友出去玩了两天，回来你就长志气了。我妈现在摔伤了腿，她生活都不能自理了，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去照顾她不应该吗？你妈生活都不能自理了，接过来干什么呀？弄得家里全是味，回头我朋友们还有谁愿意来打麻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想的竟然是打麻将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照顾我妈天经地义，难道你想看她孤独终老吗？你给她送养老院不就完了吗？现在老人谁不住养老院？对了，咱可不能出这个钱，让你妈自己出钱住养老院去。我妈这是摔伤，这送养老院合适吗？这人老了呀，不就是混日子等归心那点破事吗？你就是个畜生，明争于见吧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谁愿意嫁给你这个离了婚带着妈的二婚男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年轻貌美，身边有无数的追求者，怎么开心怎么来，我都得挑着来。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吧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群苍蝇围着吗？因为啊，肉臭了。你站住，我就不信你还真敢跟我离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离婚是因为你不善待婆婆，我离婚是因为我要答应我妈。以过日子为目的的人，会没人要。